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寇少杰，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间仍然是请吴勇长老为我们分享信息，信息的题目是预备将来。预备将来，有一个传说这样讲，说有一个人年老了，那么就为自己身后打算，所以他就预备了8两的银子作为将来的安葬费。等到他过世了，结果来抬棺材的人呢有9个人，那怎么办？9个人怎么分这8两银子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吴勇长老。各位观众好，我吴勇，我今天要给各位讲一个题目，就是预备将来。这一段圣经是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17节到19节。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一段圣经呢，里面有4个字，就预备将来。它里面有2个祝福，就是吩咐。第一个吩咐呢，就是吩咐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第二个吩咐呢，就吩咐我们呢，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的神。今天人呢，可以说2种。一种是依靠钱财，一种呢是依靠神。依靠钱财呢，可以说这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因为钱财呢很实际，钱财呢很现实，钱财呢能够供给身体各种各样不同的享受，衣服穿好一点是钱财，房子住好一点是钱财，汽车坐好一点也是钱财。那么房子住好一点，通通是钱财，几乎的没有一样不是钱财。尤其是今天光光的事业，你东方人到西方去，你看他们的文明；西方人呢，你到东方来看我们的古籍。那么你现在你能够到西方，能够到东方，这完全就是钱财。那么钱财今天的重要到一个地步，你看现在你这个国家已经几几乎乎。不是政治第一的，急急糊糊要把经济摆到第一。因为为什么？因为经济重要到一个地步，好像说台湾现在外汇存底的，据说从平均来讲是世界被列为第一位的，一共有700亿之数。有钱了大家都欢迎了。从前我们到东南亚去，这个地方也要你有签证，那个地方也要你有签证。今天我们有钱了，大家不是怕你，大家都喜欢你，都欢迎你。所以我们到新加坡去，我们到马来西亚去，我们到印尼去，通通都不需要签证了。所以有钱你就叫人欢迎。还有钱是什么呢？各位，今天的安全感的问题呢，我们相信呢，大家看会非常重要。那么中国人说呢，既固防饥，养子防老。可是现在这个人心不古了，有时候呢，养子也不能防老了。所以呢，他怎么样来防老呢？他就储蓄来去防老。如果呢，到他快要年老的以前呢，他就赶紧储蓄了。如果有钱在银行的里面呢，天塌了你也不害怕了，也不必着急了。所以现在有人把什么当作安全感呢？有钱就有安全感，没有钱呢就没有安全感。可是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圣经说呢，
钱财是无定的，所以说你不要依靠无定的一个钱财。钱财什么时候无定？因为它的用处呢很有限，它能够给身体好处，它不一定能够给心灵得到好处。它能够给我们在生前有好处，它不能够给我们身后也有好处。那么而且钱财还有妨害，钱财会叫人不义。怎么叫不能不义？好比说奸商污吏啊，都是因为钱财的缘故。钱财能够把人的眼睛弄瞎，被弄瞎了以后呢，你就黑白不分了，你就是非呢，你就不明了。所以钱财实在有很多的坏处。有一次啊，听说一个传说，孔明啊，三国的孔明要去世的时候呢，他就留下了八两银子。那么这个八两的银子做什么呢？八两的银子做他将来身后安葬费用用的。那么后来呢，没有想到来了九个抬棺木的人。那么现在他们把这一个棺木抬起来了，那么八两银子他们怎么平均分配呢？所以啊，大九族在那个地方有一点的为难。以后啊，他们就怎么样想呢？就说我们叫一个人呢，你去这一个这个买东西了，来给我们吃。那么我们这一些人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准备，等到他把东西买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干掉他，我们呢就杀死他。那么这样九个不见得八个吗？那八个呢，我们这个八两银子我们就很好分呢。那一个去给他买食物的人呢，他又在那里想，孔明为什么留下八两银子呢给我们这九个人，我们怎么分呢？后来他想，现在既然我做事物的，我就把鼻霜呢摆在这事物的里面，把他们八个人通通都死了，然后呢，这一个八两银子岂不是我一个人都吞，我一个人都占吗？所以呢，大家都预备好了，等到那一个人呢把事物做了回来，那么他们呢这一些人就把那一个人就打死了。后来打死了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八两银子真的能够平分了。没有想到他们正在那个地方庆幸的时候呢，大家吃那些东西，鼻酸把他们都死了，所以八个人通通也就死了，大家都同归于尽。所以钱财呢，会叫人的心变作黑，要叫人的心呢变作恒。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那么神叫我们要靠什么呢？要靠后赐百物的神。哎呀，神是后赐百物的，这一句话你可以从诗篇二十三篇去看。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神是牧者，我们真是不致缺乏。所以啊，在诗篇二十三篇的底下的，就看见有草有水，就看见了有引导，就看见了行过死荫幽谷有保护，就看见了在敌人面前我们有得胜，就看见了丰丰富富，一样也都不缺。所以啊，我们如果有神呢，真是什么好处都不缺。好像一个父亲，他要出门去的时候，他把他的三个孩子叫来，我要出门了，你要我们给你们带些什么？大儿子就说，爸爸，我书包破了，你给我带一个书包回来。这个爸爸就记下了。问第二的说，哥哥要书包了，你要什么？他的爸爸，外国的巧克力糖很好吃，你给我买巧克力糖回来。爸爸就记起来，以后就问那个最小的，那么你要什么你就说。那个最小的站在那里笑笑，他不说。爸爸说，你说吧，哥哥要了，二哥也要了，你要什么我可以记下来。他就跑过去把爸爸的景象撸起来，他叫爸爸，我要你。这个爸爸就说，傻孩子，人家哥哥要书包可以用，人家二哥要糖可以吃，你要我，我也不能用，你要我，我也不能吃，你要我做什么呢？这个孩子说什么？他说，爸爸，有你我就可以有何用了，有你呢我就有可吃了，有你呢我什么都有了。所以呢，我们有神呢真是一点好处都不缺。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依靠那后赐百物的神。那么我们他在这里呢有一个警戒，这个警戒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劝勉。他说要预备将来。很多人呢常在想，什么叫做将来呢？将来是未知数，
这是很多人呢对将来一个看法。他说我们今天已经够麻烦了，我们今天已经是够忙了，我们已经是这么麻烦这么忙，我们还有怎么能够来得及想到将来呢？我们实在没有去闲情去想到将来。其实将来不是未知数，为什么将来不是未知数呢？所以圣经里面呢，知道人呢会把将来看为未知数的，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特别来去提醒我们。好像说非洲的鸵鸟那种很大的，很笨很笨，它怎么样笨呢？如果猎人要去抓它的时候呢，它跑到不能再跑了，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把它的头钻在泥沙的里面，那么它想这样我看不见那个猎人了，那个猎人也就看不见我了。我们今天有人就有这样的思想，他以为呢，我不去理将来的，这个将来呢，他也不会来理我了。有人实在有这样想，有人这样想，他将来远得很的，其实不远呢。为什么说将来不远呢？因为有一天他一定会来到的。好像说，你到高雄去，你过了台中了，你过了嘉义了，你过了台南了，这个高雄就来了。好像说你要到美国去，虽然说你要过一个太平洋，但是各位，一个钟头过去了，五个钟头过去了，四个钟头过去了，十一个钟头过去了，美国呢就在眼前了。所以说将来也是一样的，将来的也就是在我们的眼前。各位啊，将来呢很快就会变成现在。人常常都在感伤，好像在童年的时候看见了年纪大的人呢，可以这里去那里来往，年纪大的人呢，他赚钱要吃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他就想有一天我长大了。你看这句话好像呢，声音还在你耳边，在那个地方响，没有想到今天已经长大了，不但已经长大了，而且已经年老了。丘吉尔先生81岁的时候做生日，因为他是英国的一个功臣，所以呢他的国民呢就在他做生日的时候呢，他想他时日无多，要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呢能够给他愉快，所以就给他办一个生日的大会，送给他一个隆重的礼物。在这个会的时候呢，他们要叫丘吉尔先生起来讲几句话，他跑到麦克风的面前讲话的时候呢，突然间情不自禁呜咽起来，以后呢就满山跑到他老妻的跟前，扑在他老妻的怀里。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时日无多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常常听见人家说光阴似箭，其实光阴何止似箭，你看箭一秒钟也不过是100尺，这个光呢一秒钟不是100尺，是186000里。所以这个光阴实在是非常迅速，它催我们面向着将来。所以我们不要像鸵鸟一样，一味说把头呢埋在泥土的里面，他看不见猎人呢，猎人也不看不见他。我们不去理将来的，将来的他也不会去理我们。我们做父母的人常常告诉我们孩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少壮是什么？就是现在。老大是什么？老大就是将来。所以呢，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来，现在就怎么样呢？应该知道将来呢是决定于现在。路加福音第16章，那个到阴间里面去的财主，那个到阴间去的时候是他的现在。现在那么我们在那从前是阴间，是他的将来，可是阴间的现在已经将来变作现在。所以当他向亚伯拉罕求告的时候呢，求亚伯拉罕差拉撒路用指头尖来量量他的舌头，他的祖宗给他怎么说？他说你生前享过福。这个福是什么福呢？就是他生前的时候依靠那无定的钱财，顾到身体享受的现在，所以呢他才会决定那灵魂痛苦的将来。我们他的祖宗亚伯拉罕说，你要回想，回想是向后看，神造人的眼睛是照在前面，神造人的眼睛没有照在后面，所以神呢要人向前看。可是不错，
我们会回想，有一天我们要回想，可是有两种回想，一种回想是什么呢？一种回想呢，他很后悔，为什么他只顾现在，他不顾将来？一种呢，很感恩，为什么他很感恩呢？因为他在世界的时候，不但是顾现在，他也顾将来。所以啊，圣经里面给我们提醒，你要预备将来，因为现在是决定于将来。从前，你看亚当在世界的时候呢，魔鬼欺骗他，神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可是魔鬼怎么欺骗呢？他说不一定死，所以这句话就把亚当欺骗一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也是被魔鬼欺骗，欺骗，那么以至于呢，我们怎么样呢？一位只有现在，一位没有将来，不一定有将来，或者是有将来，所以这是跟魔鬼欺骗的。所以魔鬼给亚当说，神说一定是不一定，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把不一定摆在我们心里的里面，一位说不一定有将来，不一定有永远，以至于呢，我们就把几十年的一个时间完全投资于现在，完全不去顾到将来，这是今天人的一个错失。我常常说，人生好像一台戏，你戏台上面跟戏台下面，戏台上面都不是真的，戏台下面才是真的。因为戏台上面你在那里扮演一个帝王，戏台下面还是一个戏子；你在戏台上面呢，你在扮演一个富豪，戏台下面还是一个戏子。所以台上不是真，台下才是真的，时间不是真的，永远才是真的。所以啊，我们顾到时间，我们也应当顾到永远，因为永远这才是一个真理。那么圣经给我们说，你要预备将来。今天一般人对将来的态度是什么呢？不错，既然将来是真实的，那么将来是决定于现在。所以一些信耶稣的人呢，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呢？他有将来，但是他也有现在。那么基督徒的一个现在的是预备将来，因为将来是现在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目标的就是他的将来。那么一般人呢，一般的人生观他只有现在，他没有将来，所以呢他现在没有目标，因为没有目标的缘故呢，所以有很多人对今天的人生观呢就是吃吃喝喝嘛，反正明天要死了，要死。那么一个基督徒呢，认为将来才是真实。今天呢，一般人呢认为将来不过是虚幻的，将来是一个未知数的。可是世界上面的人呢，他的一般人呢认为现在就是现在，那么所以呢，他没有一个将来。可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呢，不错，现在，但是是为了将来，因为我们有一天有一个将来。那么一般人呢，跟基督徒同样都有错误。我今天要讲，不但是一般人有错误，一些基督徒也是有错误的，他不是活在现在，有一些人呢，他是活在这个将来，有一些人呢，他不是活在将来，他活在过去，这个话怎么说呢？各位，你看看很多人呢，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成功不是偶然呢？好像说他的成功经过十年的寒窗，经过半生的戎马，然后事业才成功，然后学问才成功，所以成功绝对不是偶然。以后他才有这样的学问，他才有这样一个声势，这一切呢，都是他早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冲力很强的时候，他能够有冲劲去奋发去争取，才有今天这个结果。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这个冲劲没有了，这个精神呢也没有了，这个体力也没有了，奋发已经不能奋发了，冲劲呢已经消失了，所以他不可能再去创造一番新的一个将来。那么怎么办呢？他不是能活在现在，他就活在什么？就活在过去。什么叫做活在过去呢？你看那些老爷爷，那些老公公啊，他活在过去。怎么样活在过去呢？他跟他的子孙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话盒子一打开呢，就是想过去，他怎么样辉煌，过去他怎么样也成就，那么所以是活在过去。那么这个很长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一个家庭，老爷爷跟老公公给他的子孙
一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马上就想，哎呀，又来了，又什么来了，又讲过去了，又讲过去的辉煌了，又讲过去的一个成就。那么所以世界上的人呢，我们常常会看见很多人不能活在现在，所以他就活在过去，把过去呢拿来自我陶醉，那是活在过去。还有一种人呢，他不是活在过去，他是活在将来，这多数是年轻人。怎么样说多数是年轻人呢？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见李总统讲到的，年轻人应该有梦，年轻人应该有理想。不错，我们可以梦，我们也可以理想，而且呢，我们尽量做好的梦，我们尽量做好的一个理想，因为把这个梦，把这个理想呢，来当做一个人的目标，这是很好的，这并不是不好的。所以前几天呢，我们就在报纸上看见李总统对年纪轻的人做这样一个鼓励，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但是啊，一个人不要光做梦而不望着梦的路走，一个人不要光理想而不光望着理想的路走，可是一个人呢，梦只是梦而不望着梦的路走，他理想是理想，他不望着理想的路走，你看看他怎么会可能梦可以实现呢？他的理想怎么有一天能够成真呢？那么结果那个梦是什么呢？那个梦就是梦了，那个理想就是理想了，到最后就成了一个泡影。所以我们看见这种是活在将来，所谓活在将来的，他应该真正的望着将来的路走，才叫做活在将来。有很多的信耶稣的人呢，也有世人这个毛病。怎么样世人这个毛病呢？他活在过去。怎么活在过去呢？他有亮光，亮光是过去；他有见证，见证是过去；他有经历，经历也都是过去的。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姐妹，她呢，每一次到礼拜堂的时候，她总想呢，能够打扮得整整齐齐的，能够打扮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才来健身。没有想到她有风湿病，有一天呢，她的手拿不起来，她没有办法梳头。所以呢，他想我怎么能够风头散发去见人去见神呢？所以他就在家里，他不敢来了。经过一个礼拜没有来，一直到一个月也没有来。后来他来了，他来了以后呢，为什么来呢？因为他风湿好了，能够梳头了，能够打扮了，所以他非常感谢主，因为他一直求主让他的风湿能够赶紧好起来。他来教会做见证，来教会感恩。感什么恩呢？神叫他膀臂不能举，现在再能够举起来。可是我们教会里面那些姐妹们，每一个月有一次的见证会，她每一个见证会都把她的膀子拿起来，过了再一个月的见证会也是把她的膀子拿起来，再过一个月的见证会也是把她的膀子拿起来。所以你看看，她有见证不错的，可是这个见证是过去的，这个见证不是新的。神要我们的领受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不但是见证心、经历心、亮光心，一切都是心。那么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活在过去，那么我们也不应该活在将来。为什么不应该活在将来呢？是有很多人曾经有这样一个错误，他说什么呢？他说啊，哎呀，等到有一天呢，我呢经济有一点基础了，我也能够跟你们呢大家一样的做这个圣工，做那个圣工了。那么你看看呢，到了有一天他经济有基础了，他话所讲已经过去，他是活在这个将来。那么有的人呢，姐妹们，他说什么呢？哎呀，我也不能够跟你们常常探访啊，因为我孩子还小啊，等到有一天我孩子大了，你们这里去我也去，你们那里去我也能够去了。他也是活在将来。各位，一个世人呢，我们应该活在现在，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活在现在，因为现在这是决定于将来，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见，我们现在应该活什么呢？我们有两个变，一个变是什么变？一个变有一天身体变，这是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我们的身体朽坏要变得不朽坏。一个变是现在变，这个现在是什么变呢？现在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品格变，我们从卑鄙变成尊贵，我们从丑恶能够变成勇美。那么这一个呢，我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所以我希望我们预备将来，
但是预备将来的，我今天回过头来讲，我们应该的要看重于现在。所谓看重于现在，用作现在来预备将来，我们的现在才有目标。如果现在不为着将来了，我们的将来就等于没有目标。所以求主呢，让我们预备将来，用作现在来预备将来。我们低头祷告，谢谢神，我们今天把这一个预备将来来提醒，因为我们总有一天会面临到将来。将来既然不是未知数，既然将来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把现在来作为预备将来的需要。求主祝福我们能够这样的警醒，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吴长老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预备将来。预备将来，那不，将来不是一个幻想，将来也不是一个梦。保罗在告诉年轻的提摩太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的神。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是命令，一个是境界，好让我们真是知道如何在现今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来面对着那个将来。将来不是一个未知数，对于基督徒来讲，怎么样预备好现在，就是对将来最好的一个准备。各位亲爱的观众，如果你们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们来信，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1337号信箱，我们会为你解答。下一周我们仍然请吴长老为我们分享，欢迎各位观众准时收看本节目。愿上帝祝福您，下周再见。